相传人死后，魂魄便会被勾魂使者带到阴间，由判官审讯，查阅死者生平。若是业障太重，便会被打入18层地狱，经历各种酷刑，吸金灵魂之后才会有投胎的机会。但是投胎却不能再度为人，只能做一些鸡鸭鹅之类的家禽，这都算好了。如果生前作恶太多，除了要经历刀山火海的折磨，投胎上也要比正常的魂魄艰难一些，一般会投成蚊子、苍蝇、蟑螂之类的害虫。相反，生前积德行善者将会获得再世为人的机会。可是总有一些冤死的鬼魂不愿投胎，只想报自己前世之仇，地府只好将其关押在地牢之中，让其自己反省。可是复仇之心日渐浓郁，冤鬼将会变成厉鬼，仇恨吞噬最后一丝良善。一个被关押多年的恶鬼趁机逃了出来。阳间一个小男孩正在洗漱，谁知下一秒，深夜卖鱼的阿婆还未关门，一个怪异的小男孩竟出现在鱼摊之前。男人正沉浸在游戏世界之中，一个阿婆缓缓向着他的方向靠近。将铁棒插入男人的头颅之后，阿婆仿佛瞬间被掏空一般，倒在地上不停地抽搐，而刚刚被扎穿脑袋的男人竟直愣愣地站了起来，狠狠地盯着眼前的阿婆。而这一切还要从几个轮回之前说起。500年前，阿婆还是个叫小一的男人，与自己现世的丈夫小二一同跟随还未成为恶鬼的男人。队伍之中还有一个漂亮的女孩子，男人与女孩之间有着难以言喻的感情。可是女孩并不想过这样身为土匪的日子，他们一同为官府逼到困境，为了保住其他的兄弟们，与其余的土匪一同杀死了大哥。如此仇恨让恶鬼500年不愿投胎。得到男人的身体之后，恶鬼找到了已经多次转世的女孩，此时的女孩正在和眼镜男相亲，殊不知危险却在向着他们靠近。就在几人混战之时，一个阴差赶到了现场。我不想一直能往那头，放下那游戏。厉鬼再次逃脱，而那些被恶鬼杀死之人竟瞬间变成一阵烟雾，灰飞烟灭。谁知逃跑的厉鬼在午夜之时再次找到了女孩，就在厉鬼准备了结女孩性命之时，抓捕他的阴差追了过来。娘有见，有客了，师兄，这事故大不得已。